耶稣，我们的君王，向你献上美好的赞美。
神回的祷告，愿我们的金王今天能够降临在当中，我们祈求他在我们当中作王，愿他掌控我们的心思和意念，愿他祝福我们能度过一个美好的传统的节日，让我们在这美好的春节，祝福我们在中国的亲人朋友，祝福我们在中国的同胞们，让他们度过一个美好的节日的同时，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家庭的主人，能够与我们的亲人朋友们同在，也祝福在韩国的每个家人每个知己在新年里度过一个美好的节日。
我们在你面前向你告白，我们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我们知道在你面前我们的不足和我们的不配，愿神你亲自的使用我们，愿神你亲自的眷顾我们，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得到耶稣基督。